大家好，我是田园，今天要做鸡蛋炒豆腐，这两个结合呢，真是一个很神奇的味道搭配，不信你试一下。首先我们把豆腐给它揉碎，再插一些很细的胡萝卜丝进去，加调味料，现在加葱花，你可以用韭菜，甚至还可以用小油菜。打两个鸡蛋，搅匀，煎锅烧热，放油，用中等偏高的火来炒。先摊平，稍微煎一下，底部开始凝固了，就可以翻炒，炒到鸡蛋熟透。豆腐和鸡蛋在一块炒呢，鸡蛋不会变老，这个炒出来的口感呢，非常的嫩。谢谢你的收看，喜欢的记得给田园点个赞，有问题可以留言，我会尽快回复。我们下次再见。